家好，今天我来到丹庸米亚吃早餐，这间店面就位于 Speed 99的隔壁而已。这间店面是由一对年轻夫妇所经营的。我们所销卖的就是纳西勒玛搭配传统牛亚咖喱鸡、人档鸡、工地和炸鸡。因为肚子装不下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尝试每一个美食。今天的美食分享就到此结束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